天空满是灰蒙蒙的尘埃，不仅呼吸道疾病增，细小微粒渗透全身，可以进到我们非常深的呼吸道里面，那甚至穿过肺泡，造成各个器官的影响。国内外研究皆指出，过量悬浮微粒罹癌几率增。它其实是第一级的致癌物，那比较明显是它会造成肺癌、心血管的疾病，还有一些呼吸系统，它会比较容易造成它的影响。至为人因守护爱，带你一窥空气中的致命危机。